情，拉拉拉肚子，杜远竹真开心。啊，这时娃娃车还没有抵达目的，就发生咯咯咯咯的声音，爆胎了。这下大家真的要远足了，他们的轮子破掉了，怎么办？大家好，我是古阿莫科科。那他们走到那边，他们走到那边，他们走去哪里远足？这边。才去河边吗？大家背着背包排好队，慢慢的向前走。走着走着遇到了河流，小朋友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都不知道怎么办。对呀。啊，怎么办？他不敢过河。可以这样。哇，可以这样啊？这样是怎样？从上面走，上次这样走走走走到这边了。哦，那建龙的尿布就泡在水里了。他就穿这个尿布啊。没关系啊，大家赶快沿着建龙的背上走，顺利过了河。那要跟他说，建龙说什么？谢谢。说谢谢，对。接下来，蓝天白云好心情，拉拉拉肚子，远足真开心。大家又振奋了精神。还有这个。边走边唱小心。抵达了远足的目的地，蘑菇森林。这里有很多的蘑菇，大家都累了吧？放下书包休息一下。浣熊老师找了片草地，让依依休息。哇！然后大家拉着手，拉着手来到蘑菇水池，扑通的一声。青蛙跳到了水池里，接下来是狐狸、小熊、大象，最后是剑龙。他闭上眼睛往上一跳，砰！溅起了好多水花，哇！然后开始吃点心，午餐时间。这里有好多点心哦。那他们坐在什么上面？是剑龙的尿布上面吗？不是，是野餐点上面。是野餐点上面哦，是原来大家要坐在野餐点哦，是野餐的，是野餐的点哦，不是是野餐的那个啊袋子，袋子哦，大袋子。哎呦，你这样要怎么做？是野餐，你的屁股太圆了，是野餐，是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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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接下来呢，千层派小学校司机也该回家咯，司机修好车子了，要接大家回家。哦，那太阳公公长这样。哦，太阳公公再见，我们要回家了。拉拉拉肚子，远足真开心。有了新同学的加入，这次千层派的学校远足更好玩了呢。是哪一个新同学呢？建龙老师。建龙哦，超大的啦。建大建龙老鼠跟熊跟猴子跟老鼠跟鳄鱼。那大野狼老师呢？刚刚不是有大野狼的照片，那个是浣熊，浣熊老师。哦，那哪些动物有参加远足呢？小白兔有去吗？这个有去，这个有去，这个有去。它有一二三四四个有去。三角龙有去吗？三角龙有啊。这个三角龙有去参加远足吗？没有，只有剑龙。对。答对了。那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那个是迷宫吗？对。哦，那你希望跟哪一种恐龙去的？这个。剑龙哦。对。对啊，它可以帮你
渡过河，对不对？哦，太棒了。那下一页，哦耶，这边是什么？这个啊。好，那我问你哦，远足的时候自己乱跑可以吗？不行。那要不要听老师的话？嗯，不要。哦，那要穿适合的服装吗？嗯。不行，穿这个这边也穿黑色，这边也穿黑色，这样人家会看不到你。哦，所以要穿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可以那个摘植物吗？这样可以。但是它好像摘采植物，植物就死掉了耶。对呀。那可以破坏摘采植物吗？不行。不行哇，那你这一次果然就是过关的小勇士，都答对咯。来，用头 give me five， 咚。再来一次。give me five。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什么？再来一次像刚才讲。哦。那郊游的时候可以到处乱跑吗？不行。那要不要穿适合的服装？可以。可以啊，对。对。不行，穿这边也穿黑色，他的鞋子也穿黑色，他的衣服也穿黑色，这样人家会看不到你。是啊。那如果只有露出牙齿，不就只有牙齿这样亮亮的？嗯，要刷牙才不会被细菌咬掉牙齿。那要听老师的话吗？要。那老师说亲一下可不可以？啊，要听老师的话来亲一下。是有爱心啊。那就肖老师的跟你说，吴信义来，你好可爱，老师想老师亲一下。不行嘛，不行，穿这样，这样人家看不到你。下雨的时候不行穿黑色的服装，这他这也穿黑色，他这白色的吗？他这也穿黑色。可是你现在穿黑色耶。你看跟他不一样。啊，还有啊，你头要理光头才会亮晶晶的，不然这个头是黑色的。不行，不行，这边也穿黑色衣服，这边也穿黑色衣服，这样人家就看不到你。那你头发理光头就说我是超级大光头，超级闪亮的啊，太闪亮了，眼睛快被闪爆了。然后还有不行摘花，这样花会死掉。哦，是哦。下雨的时候要把雨放进滴到花里面才会长高。那花它是吃什么长高的？水，它是吃水啊。嗯，这样才会长越来越高。那吴信义有每天喝很多水吗？有。那你都一直喷口水啊？那不行，喷口水。是哦。跟别不行，喷口水等于别人。哦，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因为这样人家会。这样要跟人家说对不起。哦、你看这个有给你盖印章，你是好棒棒。嗯。哦。